说两只触角，好。好的，触角很像小火锅。很像什么？很像香菇啊。香细的香菇。哦，很细的香菇，很像金针菇吗？好啊，所以触角在它的头上，头在。翅膀比较长。
蜻蜓的翅膀非常的大长，而且开比较大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找到吗？没有。对，每一只虫的触角都有可能都有触角，可是有没有长得一样？没有。好，你还有再找到再补充。这个很像螃蟹的。哦，很像螃蟹那个螯。那个蜻蜓有没有触角？没有。哦，蜻蜓有这个，刚刚Hannah有说到。蜻蜓，来，小孩们，你们要认真听别人说过什么，说过了就先不要再说了。刚红恩又发现了一个是蜻蜓没有触角，蝴蝶有触角。刚Hannah有先发现。还有吗？要补充的，来。就是那个蝴蜝六只，阿蚂蚁有六只。嗯哼。然后蜻蜓呢？有几只？蜻蜓四只脚。蜻蜓四只脚，确认吗？你再数一次。你前面两个数对了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听我说。请问，刚刚医生发现的三只虫都有几只脚？六只。They have six legs. All have six legs. 都有六只脚。医生，你说什么？图片不明显。对，图片不明显。等一下会让你看明显一点的。是。哦，他们其实都有纹路，但是纹路不同。OK。怎么了？那个蝴蝶有颜色，那个蜻蜓没有，那个。OK， 蜻蜓的翅膀可能是看起来比较偏透明，蝴蝶的比较多花纹，对吗？好啦，那个蜻蜓的那个脚片，感觉看起来只有四只。哦，蜻蜓用照片上面看起来只有四只，它其实有一些会缩在它的胸部，缩起来你看不到，它的眼睛在这上面。前面的脚，对，那个脚在。OK， 好，我知道你们很想看真实的样子去对照，因为课本其实图片一定它是平，图片是平平的，不是我没有办法看到立体的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 have a quiz time， 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问问题时间。哎，问问题时间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对，它有点类似游戏的方式，请你。这是个人的，好，你的本子可以两本叠一起，因为你桌上还要放一张学习单。等一下是个人，我要说，你拿到之后我会说规则。等一下拿到先不要写，写上你的班级 class name and number， 没关系，有吗？先写上班级、座号、姓名，你先不要写，我等一下一起说。触角有没有 wings？
有翅膀。那请问有几只脚？六只脚 ，six legs。所以这里请问哦，你不会写中文，不会写英文，你可不可以写数字？可以。You can write down number， 比如说一二三四，就直接写一二三四的数字。好，等一下的规则是，听好，你确认完之后，你确认完它是昆虫。有没有看到蝴蝶的上面有个括号？有。有，你上面要打一个圈圈。是的话就打一个圈圈。不是的话就打一个叉叉。请问确认？